作家兄弟的要求啊，这个毛蛋又安排上了，但是没有大毛，全小窝毛的，我捞大。嗯，全小窝毛的，嗯，蛋黄真香。嗯，回来。迷人不说暗话，此视频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的啊。好吃，感觉吃相还行的话，来个双击666。这个视频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男神的，一个女神的，开爆！有大米。还是有大米，看这个猪蹄儿大不大？这得43码。爆肚。嗯，前往最长的猪尾巴看长不长，喜欢猪尾巴的宝贝给我扣个一双击。红油大肘子，嗯，这个行，这是大锅盔啊，也不一定，因为你这个买的是不一样的。嗯，麻辣鸡翅，老铁们马上开播啦，爆个头开灶啊，啊好痛，是大米，录个小人参，祝咱家双弟老铁踩着小人参步步高升。慢点，嗯，太过瘾了。双击，像不像个大舌头？呜、哦。男生一个双击，女生一个双击啊，双爆头啊！大米，来，今天咱 K 个大流驴啊！你说爆头还是爆腚？爆啥都行，先爆头吧。
我报个定吧。得劲不？得劲。